我跟悉达多王子寸步不离，为的是阻碍他修佛成道。如果再放他这样下去，那么他一定会逃脱我的控制。我该出来捣乱，破坏他的修行。 由于悉达多王子前生前世所修过的功德利益，无量福德保佑，加上大士发大愿心坚固不移，对诸魔王的引诱困扰一点也不会动摇。 悉达多王子，你以为能够轻易的逃脱我大魔王的威力吗？ 悉达多王子，那么我再用其他的阴谋试试看。悉达多王子，你所坐的宝座是属于我的，我的部众可以作证。你必须让开，把宝座还给我。且慢，魔王，这宝座是属于我的，是我的威力造成。 是我前生前世所修的功德。有谁能够当证人，说这宝座是属于你的？我能作证。啊，是什么？地母娘。 佛陀的修道，也就是点滴的回向水，我已经将头发接纳在头顶上，这一点就足够成为证据。这次能够战胜魔王，使悉达多王子更加潜心修道。 晚上，大德金星定神，修的第一阶段禅定，就是宿住随念禅，能了知自己的前世。到了夜深人静时分，就得。 第二阶段禅定，就是天眼神通，能了知众生的生死轮回。到凌晨时分，大德就能断除贪、癫、痴三毒等根本烦恼，而获得出世妙乐。
成为正等正觉的佛陀。盼望啊，你摆布我许多年，如今我解脱了，彻底消灭你了。修得三藐三佛陀之后，佛陀就在菩提树下享受解脱之乐七天，然后独自走到空旷之处。默默凝视着菩提树，以表示感恩。佛陀站在那里，毫不移动，也不眨眼，就这样连续七天。之后独自走到菩提树和站定凝视之间的地方，在这里漫步行走了七天。走了七天，直到第四个星期，佛陀到宝座上坐下打禅。这宝座是天人以大方便力造就供养佛陀，在此入定观一切佛法七天。贪欲妹妹，乐欲妹妹，那不是刚得正觉的瞿昙沙门吗？没错，爱玉姐姐，这肯定是瞿昙沙门。咱们父王身为大魔王，率领众魔君来骚扰他，反而败退给他，咱们一定要替父王报仇。爱玉姐姐，贪欲姐姐，这世界上还没有哪个男人能逃过或拒绝咱们三姐妹的引诱迷惑呢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乐玉妹妹说得很对，咱们以女性的婀娜娇艳来引诱瞿昙沙门，让她永远陶醉在我们的情欲魅力里吧。魔女，你们回去吧，你们所施的阴谋动摇不了我的。现在的我早已经了断一切的贪欲了。我爱玉和贪欲妹妹、乐玉妹妹对您是真心诚意的，我们
是真心的喜欢您啊。是啊，从来没见过哪个男人像您一样这么有魅力，把我们三姐妹迷得神魂颠倒了。就是嘛，我们三姐妹愿意献身给您，不要求任何酬谢，只要您满意，就是短短的时间，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。难道我的美还不足以让您动心吗？嗯，我跟你们说清楚了，我已经看破红尘，并且断绝一切情欲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让你们渴求的东西了，你们快走吧。六个星期，佛陀坐在大树下享受解脱之乐。雨水连绵不断地下了整个星期。大龙王对佛陀感到十分的敬仰，于是就缓缓爬到佛陀身边，施以分身，宏大颈部，帮佛陀挡住外来的风雨。等到雨停之后，就化为人身，跪在佛陀跟前，向他敬拜。我是大龙王，向佛陀献上最高敬拜。清净是修行人安住之乐，不欺负，不侵犯他人，远离一切情欲贪望，是世间上最高尚的情操。放弃我执，是极乐无比。
佛陀已经想解脱之乐七个星期了，一点饭都没进，所以我特将天上的橄榄仙药拿来供养，请佛陀收下吧。这两个商人曾经跟我有缘，我应该帮助他有机会见到佛陀。提卫兄弟，你看，我们的牛车突然停了下来，似乎轮胎被什么东西卡住，不管车夫再怎么样鞭打，牛却一动也不动。哎，奇怪了，怎么会呢？两位商家，你们知道吗？今天有位大士已经修道成佛了，他现在就坐在前面的大树荫下。两位快点去吧，把你们带来的干粮以及食物拿去供养他吧，如此一来，你们将得到一生之乐意。我提位和婆离家兄弟拿干粮来供养佛陀，请佛陀收下吧。悟道之前，我的饭钵早已丢失了，牧羊女用金盘盛乳糜粥供养我的，我许愿时放在水里，溺水而流去了。现在这两个商人拿食物来供养，因为出家人只能有一个饭钵。我提位和婆离家兄弟愿皈依佛陀，皈依佛法，终生为佛教的优婆塞。我们俩请求佛陀赐给我们一件信物，让我们得以带回去供养。我所悟觉的法道是至高无上，一般人难以理解，难以修成的法。世间上有多种人，有些聪明智慧的人，听了佛法很快就悟其道理，好像荷花吐出水面上，得到阳光照耀，立即盛开。智慧中等的人，听了佛法，再经过修行学道，不久也能悟正觉。好比荷花半吐出水面，等各天开智慧，低等人听了佛法，
在不断精进修行学道，敬拜佛陀，到最后也能悟觉正道。好比荷花在水底下慢慢的成长，到最后浮出盛开在水面上。最后一种人，即使怎样听经闻法，也不理解，听不懂，但他们也能累积功德，逐步成长，等来生来世也有机会悟正觉。好比荷花在水泥底下，只能沦为鲑鱼的食物，难以有机会露出水面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应该活下去，为鼎立佛法，宣扬度化及奠定根基的教法，为利乐众生。善哉。可惜阿兰老师七天前刚去世，而昨天蒙西老师也刚往生。如果阿兰老师能延寿七天，蒙西老师再多等一天的话，他们一定有机会得成正法的。佛陀用天眼神通观察阿兰老师和蒙喜老师的死，然后再观察曾经在苦行林侍从佛陀的乔晨如等五位侍臣，知道他们智慧聪明，有根气，如果听了佛法，很快就能悟道。